离开熟悉的家，从台湾走向全世界。虽然辛苦，但目标都是一样的。一起面对未来，唯有信念才能勇往直前。再大的挑战，彼此互相扶持，互相依靠，因为我们都是为家努力的人。离家虽远，但心从来没有离开。家的版图无止境。